奇门飞功精讲专辑，主讲大义本无涯。第九部分风水预测，各位友各位学员，上节课程呢我们讲解奇门飞功实用之中用盘局来占断风水，本节课程呢是深化篇也是升华篇，是利用奇门飞功的时空机制来进行风水的布局。好，我们开始。这个实例呢依然是上节课程的实例，经过战断以后呢，这位益友反馈他是一所中学的校长，是正职，这所学校呢在当地是非常有名气有一定实力的，但是近段时间呢感觉运势欠佳，工作屡屡出差，压力很大。他家里的居宅呢，西南方向的房屋呢不是卧室，是放其他物品的，然后呢收拾的次数也比较少，厨房确实在东南巽宫的位置，但是呢很少做饭，因为他的应酬比较多，而且他的配偶呢也是比较忙碌，所以在家做饭用餐的次数呢很少。为此呢我为这位益友呢做出了相应的指导，也就是说呢就像我们一直所讲的一直分享的，奇门飞功第一层次是占断，第二程度是什么呢，是运筹，是不是？第三种层面就是趋吉避凶，改善运势。我们本节课程呢就通过奇门飞功的角度来调整其居宅的气场，达到身心愉快，运势旺盛，顺风顺水，这方面的几率让它增强起来。所以说第一点我建议呢，这位预测者以西南坤宫作为卧室，要首先呢就是进行环境的清洁整理，是不是？因为很少收拾。第一点就我们最实在的来说呢，最实际的来说呢是不够卫生，同步它这个气场信息也是不新鲜的陈旧的，是不是？首先给它清洁起来，将室内的空调安置于西南角，以此作为卧室。我们来看一下坤二宫天琴为吉星，四时皆宜，就主官贵性，是不是？就代表了事业。然后呢开门此时得时为旺，然后呢与宫相合，呈现一合的状态，是不是？就此两点来看，这位预测者的官运是非常好的。这里的玄武呢不为凶，玄武同时趋向吉这方面的时候有策略有思路有能力，这方面的意象。然后呢己和丙相组合的格局呢称为什么，过复合，是不是？得复合。我们说这个宫中的气场非常的理想，只需要我们把它催旺，这个时候呢他的事业就会顺利起来。同时为什么将室内空调安置于西南角呢？因为空调五行为金，而开门也为金，是不是？这时候呢我们是相应的，在天成象，在地成形，物有所应，来催旺这个气场。第二点呢我建议这位益友呢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应酬，然后呢增加在家做饭用餐的次数。因为我们来看一下巽四宫，是不是在这里呢哪里不吉呢，是天柱星克入了，是不是？天柱星呢主口才，但是相反它也主口舌争讼，是不是？动火，火就可以克住金的
凶性。然后呢，木火相生，火土相生，这个土就是生门。在这个同时，生门也代表了生机生气，也是有利于我们身心的，是不是？第二点呢，代表了财源和收入。生门是收入，物是开销，这时候将它催旺以后呢，开销也会减小，经济呢也会有很好的改善。所以说呢，经过这样调整以后，大概一个左右以后呢，这位益友，这位预测者反馈，感觉呢这段时间身心状态转好了，感觉干工作也顺利了起来，而且呢在这个同时又有了更好的收获，与妻子聚在一起的时候多了，感觉呢两个人感情也加深了，是不是？也就是说呢，我们在任何的预测之中，首先是一个人的运势，是不是？当我们说运势调整好了，一切相应的生命中的正能量都会被激发出来，都有助于我们人生的高度、质量与价值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们说呢，奇门飞宫的应用呢，我们一定要结合星门神乙宫五行之间的相意旺衰，还有生与克之间去合理的调整。我们将其中核心实战的方法做进一步的分享。他提出了五种调理的方法，第一点就是动，也就是我们在坤二宫所采用的方法，吉神吉方已有动向催旺气场，因为这股气场呢是非常吉庆的、吉利的，就要把它的力量增强，这个很好理解，是不是？那么静呢，就是凶神凶方的，以安静清洁，移除其位的物事，就是什么物品呢，不要堆积到这里，垃圾不可以，电视音响也不可以，不能让它们产生动向动静。这个动静呢就是动因，是不是？不要激发他们的凶性，对家中之人呢是有损害的，是会影响运势的，是不是？化，也就是说呢，在静的基础上，一种灵活实用的改善方法。这个时候呢，凶神凶方的这些物品无法移除，这时候就用化法，化其星宫凶恶之气，如火用土泄。比如说这个地方呢，东西无法挪动，无法挪到别地方，无法使这个凶方呢变得整洁起来、空净起来，那怎么样呢？就用五行之中的化，比如它属火，电视属火，对不对？就用土去把火这个性质给它卸掉，让它减弱最低程度的，不去应凶，增强咱说正能量方面的信息与能量。然后我们说属土的东西其实生活之中很多，是不是？黄色的、方的这些吉祥的物品都可以补，这是代表我们自身的方位呢气息很弱，但是呢它是吉神吉方，这个时候就用生我们的五行来助我，这是动的另一种形式，是不是？也是在催旺这个气场，但是感觉这个气场呢力量太弱小了，怎么样？就像幼儿的时候，是不是要有人来照顾他、帮助他，就像我们说得到父母的生扶一样，就这个道理。同样就是我们所讲的五行生克之中的生冲，凡是出现行冲克木空这种情况，均主不通，
不通即为阻隔困滞，困在其中，是不是？那么我们通关之法呢，我木金克用水通关，也就是说我所属的以木的五行来作为定位，来作为体现，这时候被金这种五行的物质来克，这个时候呢就用水给它通关，然后金能生水，水能生木，这个时候我们说就流通起来，就增强了我们的力量，是不是？那么逢行呢就用合，如果说这个位置子与卯出现了，是不是六行？这个时候怎么样，在卯这个位置正东方的位置呢，与卯相合的就为戌，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放一个生肖为狗的吉祥物给它合住了，是不是行伤就不会出现了？逢木用冲，这个时候入木就要把它冲实，不冲开就像我们说人入一个困境之中没有突破，又怎么能发挥自身的能力，自身的能量呢？又如何实现心中的梦想呢？对不对？就这个道理。那么逢冲用合，因为逢冲怎么样则散，逢冲则变，就会有不正常的变化，负面的变化，这时候我们也用合给它合住，比如子午相冲，这个时候怎么样，就是用胃来合。以上这五种方法呢可谓字字珠玑，非常的实用，对我们的帮助呢非常的大，希望学员们益友们加倍珍惜。当然我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之中，各种物质五行的属性呢，我们可以有机会的时候呢去查阅一下相应的知识，我也会在后续的课程之中呢逐步补充起来。好，各位益友，各位学员，本节课程呢我们简明扼要为益友们学员们以实例进行了讲解，然后呢总结了核心的五种方法，希望大家呢用心珍惜。好，就这样，我们下节课程再见。